长途旅行的感想？就是我戴口罩戴了几个小时。你是这一次转机了是吗？对。自己一个人？啊。中间转机就是等了多长时间？也就半个小时。哎，我问个问题，你现在几岁？十二岁。十二。我记得我当时十二岁的时候，我自己一个人去韩国，哎，是去韩国还是去？训练，然后呢，我在机场是我自己一个人，然后我头上挂了一个牌，然后上面写着无人陪伴儿童。你现在还会背着有没有？没有了是吗？超过十二岁没有。小吉呢？我啊，我啊，都是被课本捆绑的。我就是有看到有人拍你的照片，戴着手套是吗？一直戴着吗？没有一直，就最后。全身都是汗了，然后就脱下来，就全都水着。是。那所以说你后来是？我教练为什么变白了？是因为他天天把自己捂到一个很热的环境里，然后一出汗就出汗，然后眼睛连着水，对，变黄了，变色了，对，变白了。哎，那你们觉得就是见到外地两个朋友，他们变化就是像小杰他变白了，你有什么秘诀吗？就不出门就好是吗？那你说其他那些稍微黑了的朋友是出去玩了吗？疫情期间没有鲨鱼吗？那怎么可能？因为我不能去外面沙滩，我在我们家浴室里面吹个毯子把晒了。是为了就是长个儿吗？大家就这样晒？不只长，也要长。我只是在阳台晒衣服，太阳人。哪个朋友圈可以给我们？像在一个油菜园一样，就在外面玩，是吧？然后戴这个草帽，像个旅行大叔。哦，那我那次是我出去女生的旅行，出去晒黑，出去进步，出去进步。好。那么我们上一次呢，所有的朋友们通过几个就是我们见面礼啊，然后大家也都亲近了很多。那么这一期我们的主题叫做默契度考验。那首先大家觉得就是对默契度这几个字是怎么理解的？大家可以随便说。会玩声吗？无声的配合，心有灵犀，能不能对话，有的想到一块儿。对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其他的？一次一个眼神就明白了。好，其实你们说的都差不多啊。这次我们玩几个小游戏，就是围绕着你们的所说的"心有灵犀"这几个字来的。那么本次我们上次就是每一次 battle 就是一个人站嘛，这一次我们就是来分组，然后你们十一个人分三，你们自己先来分一下好吧，就是四四三这样一个，先来分一下，五四三二。你们三位对取一个名称。名字说什么？来，三二一，好，你们说一下你们的队名。好，我们这组名字叫能打能笑。方便 X。我们先讨论一下，赢了那个组就是要什么奖励，你们来决定。奖励。一瓶两杯啊。想要什么奖励？要吃的吧。我说三二一，要是说不出来就没有奖励。三二一，水果拼盘。好，水果拼盘。那输了的呢？输了就他们来决定吧。那如果说他们对输了，你们给他们什么惩罚？如果我们输了的话，我们的奖励就没有。好，好，我去吃饭。那就看你们能不能赢了。好，好，
那不一样。单腿测试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那不一样，有亲亲的。哇，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就要出去找好物质。那他们的惩罚，你们想的是？吃吗？啊！我们还是吃。
很想。是这么个错的？我在这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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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我来，我来，我知道这是在对面洗的吧？哎，你就在这儿洗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苏信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苏信浩的爸爸朱志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朱志新的爸爸邓嘉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邓嘉欣的爸爸小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宝的爸爸张吉。我们是五世同堂。刚才有一个才说了，刚才有
没有多一个，我们是对。你说两下是对的吗？对，你问的是我的那个。刚刚这道题是正确。哎，我觉得正确。我没有，我没有跟他在一起啊。等一下，你靠在那，你靠在小学的旁边，然后那个。那前面那一个就在图。对，图书馆的。你们来给他们绑带。好，我来。你们绑，哎呀，先拿枪。你们来，好不好？
好，这是几？这是几？五。这是几？三六。好，现在请两位那个就是出题人先印一下自己的唇印啊。我先选。龙飞凤舞。两道题啊！哎呀！哎呀！这啥呀？
这个是赵本宇的，这个是张俊豪的，然后这个是木子的。这个人太帅了，真的。我跟你一样。赵本宇一般都成人价，我就是。这个是赵本宇女的。嗯good.
上很痒，但挠不到，发了一个。Yeah.
Thank you.
好，谁来作弊？他们。